最喜欢的是它可以移动，因为可以更安心了，是很方便，还蛮好用的，很摩登，很好，录得很清楚。去找它在哪里是一个蛮方便的，投食饲料我会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功能。它竟然可以那个投食的功能跟我们家的猫宝贝可以多很多互动，这样子我就不用每个房间就都装一个摄影机，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棒的功能。那红外线的点点，他们会一直追，给他们活动，摄像头的功能。因为猫猫会常常躲在角落，可以开着这台猫去找它，远端还可以喂它吃东西，可以这样跟它互动。如果跟它讲话，它也听得到，这个互动的功能还蛮好的。红外线灯呢，我觉得那个应该会跟它互动，它应该会觉得很有乐趣吧。在外面也可以跟家里的狗狗互动，投喂零食，点心时间到了就会期待，不用很担心它会不会肚子饿。跟它讲话，透过那台机器跟它互动。出国玩的时候，家里有它的话，我可以去找它。还蛮清晰的，透过这样子的这台机器，我从手机看到画面很清楚，很清楚可以看到我家的猫咪，录影录得很清楚，就是不会模糊。哦，我会 CP 值非常的高，可以及时的去看一下我每个房间的状况，在大地震的时候，会很方便。我会，因为它也有属于猫咪的功能嘛，像那个有红点的都会推荐。会耶，会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。